小玲。龙王大人，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没事了。龙王大人，谢谢你。我只是有点太激动了，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爷和夫人。又出现新学运了。嗯，新学运。嗯，你我之前的约定，我的爹娘不在了，所以成亲的事儿简单即可。不过我要向老爷和小姐道别，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在想，你还有什么心愿，我可以帮你完成。没有了，你和小姐都好好的，我就没有其他心愿了。再想想，无论何时，我都可以帮你完成。那你要答应我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，不要再受伤了。你上次去找小姐的时候花了好长时间，我好担心你。以后就不必为我担心了。真的不必为我担心了。嗯，把我忘了吧，就当一场梦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能和你成亲。也是，你是龙王，我只是个凡人。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我必须和你家小姐成亲。小姐？为什么？提醒龙王，罗风阁之约绝不可让凡人知晓，否则知道此事的所有仙与凡人将同受到天庭严惩。之前说的话只是误会，不必放在心上。